们要特别帮您介绍一组哈，我们这里的算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哈。这边在看是玲珑的米杯，您在看到的那个哈啊，米杯有这个镂空有没有？会透光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么朋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挖过哈？这是整个挖空的，那么它是上油漆跟透明彩滴以后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，好，非常的漂亮。它也有白的，纯白的，那也有我们刚才看的青花图案两种不同的规格。另外一个啊，这个也是，来看到这个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太棒了啊，非常的美啊，这一整组，价格也都非常的低价位，可以说是人人都买得起，快掉就俗掉哈，人讲啊买俗会看下做工课哈。好，接下来。